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在家会一直重温当年的恋爱史？这个问题也太可爱了吧！我相信会一直都这么甜蜜。All together is good.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. I can show you my love. Here it is. Don't be shy again. 看起来颜色很好，健康生活还好。很好，谢谢。就是两个人就会办婚礼吗？这个的话就是看疫情，因为毕竟现在疫情蛮严重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一下疫情。然后主要都是我们俩都还在工作啊，对啊，好好把日常生活也是一种甜蜜。对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在家会一直重温当年的恋爱史？这个问题也太可爱了吧！三块，需要三块。你跟我出来，一次一格，涂满缅怀。这个问题也太可爱了吧！你是说，一起在沙发上看啊，重温一下，还就是都、啊，谢谢。天哪，好难回答。天哪，我开始流汗了。还不习惯。对，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回答也不是我一个我这边回答的嘛，因为这时候还要。还有对方啊，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本来就是比较低调的人，就是也不会去多说一些，就是或者是真的很分享我们的，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还是回归到我们自己身上，静静的享受那个岁月静好的感觉。对，相处方式是还蛮舒服的嘛。对，我不会用老夫老妻这个词来形容，因为我觉得那个过程都是自己感受的。对，所以不会因为时间的长短去决定说我们先走到哪一个部分。我相信会一直都这么甜蜜的。接下来下半年的话就是宣传之前拍的戏嘛，因为之前拍了两部，他和他的他，然后跟第九节课，然后就是拍了宣传活动，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些零星的平面拍摄啊什么的。对，所以其实下半年虽然没有进组拍，可是工作还是都没有停下来的。那你下半年不用拍戏，不就很适合来怀孕生小孩？我还有这些工作在身上，也不是说能就行的呀。对，我还也不可以。对呀、啊，大肚子的。对，就对、啊，还是有工作要完成啊。对呀、啊，天哪，好难回答。